2011年，台湾军方举办了全军种大型武力作战演习。台湾所有纳入战斗序列的武器装备首次全数展现，但仔细检视，其中有80%都是 Made in USA。1949年年底，蒋介石政权正式迁台，当时国府军队只剩60万兵力，不敌解放军的550万大军，双方军力差距9倍。原本欢迎的人群，在看到国府军队的军徽的，都有啊，他这个不是说随便抓的，他们都有分班呢、啊。所以来的时候，教育的时候有普通班、高级班，有这个指挥班，这种的，都是为了来教育来的。位于台北大直的海军总部，1950年时是圆山军官训练团的原址。郝伯村当年就以陆军炮兵指挥官的身份在这里接受训练。另一方面，他也接受了德军及美军的训练。美军的军事思想是强调火力优势，因为他国家要是有钱。日本呢，他是强调一个精神战力。将领的指挥艺术，将领的战斗意志，士兵的训练，必死的决心，说武士道的精神。老总统找了这个日本的，还找了德国的来，德国那是叫做这个明德计划，找了德国二次大战的一个装甲兵师师长叫蒙泽尔，到台湾来，我也是，他也受过他的训练，老总统是根据这个，他慢慢的。一个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一方面训练人才，因为外国人呢，他没有这个派系的成见。虽然同时采用日本、德国、美国三方的军事训练，但是只有美国实质提供武器给国府，因此蒋介石对美军的依赖也逐步加深。这栋位于北台湾新竹市区的建筑物是1951年。美军顾问团台湾总部的旧址，当时在台的美军势力比日军和德军渗透得更为深入。当时在二战结束以后，蒋介石他透过了不同的途径，他有这个跟德国的这个合作的所谓的明德班，也有跟日本所谓合作的所谓的白团等等，来作为这种军事的这种再训练。但是这些在军事的再训练，大概最后几乎都被美军顾问团所全部的取代。那为什么？因为其实美军他当时要协助台湾重新建立这个武装部队的时候，他有一个程度，他是很希望能够把台湾整个建立到一个类似美式规模跟美式编制的一个军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借由深入各个部队的这个美军顾问啊，能够让美军的这个作战的概念跟构想等等，能够升值于国府军队之中。借着强大的军援，美军势力扩散范围极为快速，几乎全盘掌控了国府军队。1954年12月2号，美国与蒋介石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开始大规模向台湾提供军事、经济以及涉外事务的支援，但一切行动仅止于维持台海军力平衡。国务院啊，他一直要求两边啊，海峡两边尽量军事平衡。这个军事平衡呢，在他知道在数量上是不可能，因为他们国力太强大了，所以他就要求在品质上我们要超过他们。1954年10月。苏联援助中共两条驱逐舰，好，美国人一看，援助他两条，对不对？我也援助台湾两条。他是用这种方法，保持双方的平衡啊，就是说不要哪一方面超过他，他是这样。曾任海军情报署长的蓝宁立直言，当时的洛阳舰和汉阳舰是国府拥有的第一批美式驱逐舰，由于航速可达31节的高速。因此还多次担任蒋介石座舰，出巡金门、马祖等离岛。此时由美国防部派驻在台的美军顾问团，军官人数达2000多人，他们负责督导国府军队改革，让部队脱胎换骨，编制组织全部仿效美军，
武器装备一律接收美元，连万一发生战争，国府军队也得依照美军的规划行动。海军呢，他认为你中共根本没有海军嘛，所以呢，他对于我们海军呢，他也有个计划，叫做 Agent Plan。Agent 呢是 AJUNT， 也就是我们这个海军呢，拿编为第七舰队的一部分。你今天呢，你出去给中共对抗，我在这里看到，如果你不行了，你离开，我来。好了，这个所以当年呢，现在我们可以提了，当年我们有个叫做安全航道，船上发一本安全航道，这本安全航道呢用诗来封住的，而且呢它的等级叫什么，叫绝对机密。在美国策划的联盟作战机制里，对国府军队里的陆军改造投掷最多心力，培训对象更深入军校。当时在陆军军校受训的福台星就亲身经历了改造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美军确实派了很多的人来啊，然后也给我们很多的名额，他们也有提供这个经费给我们，让我们派员到他们的军事院校去受训。基本上他把全套了他们的这个战术的这个思想、这个训练的这一般训练的做法，都交给我们。同一时期，就读空军官校的李桂发和美军顾问团也有直接接触，派了很多美军的顾问啊来台湾，除了给你飞机啊，他教你修护，教你飞行啊，这个甚至于教你制度。我认为当年呢、中美之间的关系，你说如兄如弟，真的不为过。为了有效掌握台海空域，美军顾问团相当重视国府空军的战力，甚至将台湾当成情报收集基地，把对大陆的飞行侦察任务转交给国府空军。美方更进一步挑选精英飞行员送往美国受训，强化空中勤松能力。当时担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的蒋经国是对应美国军援的主要窗口，他和美国中情局联手组编了黑蝙蝠中队等空中间谍部队。台湾方面来说，他有派了相当多的敌后工作人员啊，前往大陆进行渗透，或者说是培植游击队。那像在东南沿海哈、像浙江、福建等等这些有一些岛屿上啊，也还有这种所谓的反共救国军。那在当时那个美国跟美国西方公司合作底下哈、那像国府空军的第34中队，就是大家熟悉的黑蝙蝠中队，在执行那个敌后的这种穿越任务啊，电子侦察任务之中，有时候也会期待几名这个要预定空投的那个大陆敌后工作人员。黑蝙蝠中队每次行动皆由国民党空军派出飞行员，驾驶美国提供的 B-17 和 P-2B 飞机进行夜间低空侦察任务。虽然所得情报双方共享，但美国仍是既得利益者。尽管蒋介石心知肚明，但他不得不承认，美元协防确实为他奠定了在台建军的根基。1955年2月8号，浙江台州湾的大陈岛上空突然出现无数的战机，当时正在捕鱼的盐津彩英以为是解放军来了。早上呢，好多鱼啊跑起来过啊，那中飞碟中飞碟，好怕到要死。中飞碟是美国人来保护，哎，是美国的。后来后来一讲，不是啊，讲掉的进我们家，进我们家。当时的大陈岛情势危急，朝鲜战争结束后，解放军在苏联支持下，军备战力大幅提升，
以两天的时间就攻下国府据守的浙东外海一江山岛，旋即进逼大陈岛。苏联对于这个中国就是当时的解放军，它的援助也是其实规模是更大。我们知道中国幅员那么大，军队那么多，三四百万甚至五百万最多的时候，其实苏联当时的确就是可以说毫无保留供应很多新的武器装备。我们知道它坦克的话，就是它当时最先进的坦克像 T-54 等等，把这个设计图样都供应给这个解放军，然后进行这个在大陆的生产研制。那米格十五，后来的米格十七，甚至一些前舰、驱逐舰等等，设计图纸或成品大量供应给解放军使用。其实对于解放军当时的这个武器现代化，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促进的作用。两军悬殊的战力，迫使蒋介石认清残酷的现实。虽然美国愿意协防台湾，但区域只限于台澎，且武器以防守为主，无法和攻击火力强大的解放军相比。于是蒋介石决定撤守大陈岛，他指派儿子蒋经国坐镇大陈岛，并在美国第七舰队护航与协助下展开金刚计划撤退行动。从二月八号开始，四天之内撤离28000名居民和军队。撤退当日，怀孕的严金彩英带着四个子女仓皇踏上离乡之路。当船舰抵达基隆港时，严金彩英看着这片陌生的土地，心中思念的是再也回不去的家乡。1958年8月23号，解放军猛烈炮轰金门，引爆第二次台海危机。这场战役除了考验蒋介石能否守住最后的阵地，也是美国军援台湾四年后最严厉的军力检验。驻守金门的国府军队仅有短射程的加农炮，防守失利岌岌可危。隔天，美国派出第七舰队布防台湾海峡，协助国府海军突破解放军海空封锁，抢滩为金门做后勤运补。美国并调派美国炮兵团四个连共800人来台架设胜利女神飞弹，为大台北地区设立防空飞弹防御网。美国空军大规模调动原本驻守日本、菲律宾的 F-86、F-100 战斗机中队进驻嘉义和台南空军基地，还从加州调动美国第一个次战斗机中队进驻桃园空军基地，肩负海峡上空的全天候拦截任务，并且成立作战指挥中心。那时候美方认为啊，就是大陆方面啊会利用他们所跟苏联获得的 IL-28 的这个轰炸机进攻这个台湾的北部，像比如台北、桃园这一带，然后来进行这个轰炸攻击。所以因此当时美国当时第一个换装 F-104 的单位啊，就受命然后从那个加州拨调前来台湾进驻。 F-104 战机是美军来说可以算是战斗机部队里面的王牌，它是一个小飞机，但它配备一个很大的发动机，所以它非常的有力，它的速度快，然后它的那个爬升能力强，然后在飞弹的时代它西挂两枚飞弹，它对敌人当时来说战机来讲，它以两倍音速的优势让当时苏联所拥有的战斗机来说顿时相对来说失色。但最先进的 F-104 仅止于美军使用，国府空军只能使用美军二线战机 F-86 军刀机迎战不时飞越金门和马祖上空的米格十五和十七。那时候的共军其实他已经通过韩战的历练，可以说兵强马壮，他的空军全面使用像这个米格十五，这种喷射机。那根据我们现代研究韩战的历史，其实米格十五它的局部的这个空战性能是优于军刀机的，所以也就是它在这个武器装备，其实当时共军享有部分的优势。F-86 军刀机和米格十五曾在朝鲜战争中交手，战后国府军和解放军分别从美国、苏联手中接收战机，
解放军更进一步将米格十五提升为炮弹攻击力更强的米格十七。而在朝鲜战争中就已出现高空性能差、爬升力不足的军刀机，我府空军只能善用军刀机超音速俯冲、瞬间转弯快、紧急减速性能强的特性，提升飞行员空战技巧予以克服。当时的那个国府空的飞行都是送到美国去进行训练的这些飞行，然后学习了非常完整的空战技巧，然后在操控战机的能力上是相当优异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些当时相对来说较解放军的飞行员在战斗空中技巧来讲可以算是技高一筹啊。虽有美国空军协防，但台海战役驻守金门的国府陆军人数、武器、装备都不足。在火线上，美国终于点头同意支援蒋介石交涉三年未果的八寸榴炮。八寸榴炮全重16000公斤，弹重90.6公斤，可摧毁16800公尺射程内的钢筋水泥掩体。美军最早装备于大型军舰，后来陆军用来防御要塞。蒋介石在危机初期再度强力要求美方优先援助这项武器。9月18号，在国府空军的掩护下，海军展开运送八寸榴炮的轰雷计划。蒋介石亲临视察，蒋经国策划指挥。当时任职国府海军官校的叶昌同是执行者之一。我那个时候是从美国受训回来，在海军官校教这个枪炮，因为我们这个是中美合作的一个计划。计划是什么呢？就是运这个八寸的炮去，八寸炮到金门。这个八寸炮呢，是因为重量很重，所以装了我们小的登陆艇。这个小的登陆艇啊，就装在美军的这个所谓船坞登陆舰里。船坞登陆舰是一个坞，但是它会走，就装在它的这个坞里。到了金门外海，它下线，它就沉下去，就把这个船开出来。那开出来以后，这个小艇就自己就去登滩。运送当天，八架国府空军驾驶的军刀机与解放军八架米格机在空中缠斗。这场918金门空战顺利掩护八寸榴炮抢滩成功。6天后，国府空军出动9架征兆机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大规模征兆，以计算解放军所有的船只运输以及部队动员装卸能量。每架征兆机都配置18架军刀机掩护。就在浙江温州湾，米格十七迎面拦截，多架米格机被加挂响尾蛇飞弹的军刀机击落。第二次台海危机，当时哦，由于这个美国已经开始供应一些局部的更先进的武器装备，那特别是当时这个美国已经开始供应国军使用当时很先进响尾蛇空对空飞弹。我们知道以前空战它是属于 dogfight， 就是狗咬狗这种传统，你咬到敌机的尾巴然后进行射击。而这个响尾蛇飞弹它的问世以后，就是让这个空战，虽然还是维持这种缠斗模式，可以说，可是它可以在更远的距离外，哎，通过这个飞弹的瞄准，然后对这个敌人的这个喷射机尾部最高热的地方瞄准以后射击，而且这个飞弹其实它的这个只要这个完全锁定以后，它的命中率相对是很高的。2天后，9月26号。八寸榴炮展开攻击，目标是厦门的火炮阵地和火车站。这是国府军队首度使用可以打到厦门的远程重炮。确实它有些新的弹头是很厉害，当时他们对方以为是原子弹，后来又说是时光，事实上是白磷弹。白磷弹一打过去啊，周围的氧气全部没有了，全部没有，人在他的这个
威力范围之内要是窒息而亡。而在美元八寸榴炮和响尾蛇飞弹的双重保护下，蒋介石的作战信心也逐渐增加。此时美国为了固守台湾作为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更进一步挑选多款陆海空军先进武器援助台湾，充实防御实力。为了向国际宣示坚守金马的决心，9月29号，蒋介石在台北的办公室召开了中外记者会。虽然金门战火尚未停歇，但这个漏网镜头却也透露出当时的蒋介石已经知道，在美军的奥援下，台海危机最艰困的时刻已经过去。1960年6月18号，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台，蒋介石身着军装，亲自到台北松山机场迎接。艾森豪威尔是第一位访台的美国元首，如此高调表态支持国府，导因于一个半月前，美国一架高空侦察机在苏联领空遭拦截击落，并向外界展示被俘的机师以及侦察机残骸，事件让美苏关系降到冰点。苏联盟邦中国也表态谴责美国的空中侦测行为。就在美苏决裂的冷战情势下，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进入另一波高峰。当时解放军已成功研制这种歼六战斗机，时速1600公里，是解放军仿效苏联米格-19发展而来。国府空军为缩短落差，立即向美方求援。就在艾森豪威尔访台前夕，美国大方奉送当时飞得最快的 F-124 战斗机。由于 F-124 战机无法与北美防空体系的半自动地面引导拦截系统相容，因此很快就被美国除役。台湾成为第一个接收 F-124 的美国盟友，很快的就宣布出售台湾，好，大概一个中队20多架的那个 F-104 战机，也象征的就是当时国府的那个空军的实力啊，迈入了那种所谓的倍音速，也就是两倍音速的时代。F-104 是世界上第一架两倍音速的轻便高空拦截机，设计采取超薄机翼，机身细长如蜂腰，时速达2300公里，速度超越解放军的歼六战机。曾任 F-104 飞行教官的田定忠相当熟忍其性能。到了 F-104 的时候，可以达到2.2倍的音速，它是个非常细长的飞机。它细长到这个驾驶员呢，坐在座舱里面了，看不到自己的翅膀，看不到翅膀，哎，就是坐了一个是，我们讲的有点像我们骑个扫把一样啊，这个就是这个人就飞行员就坐在那个扫把头上，所以常常有个队徽啊，一个巫婆很像那个样子。那这个时候有个昵称，他叫啊有人飞弹或载人飞弹，所以他因为他这个机身很长，速度很小，然后推力很大，啊，所以他这个飞机来讲的话，在空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空的拦这个快速的拦截机。但超音速的 F-104 战机却因转弯半径大、续航力差，比一般战机更容易产生致命危机。所以这个飞机在后来在台湾服役的时候，我们因为 F-104 啊，在记录上我们损失了相当多的飞行员。那在欧盟国家、欧洲国家也在使用这一批飞机，所以它这个飞机有一个很不好的这个昵称，或者我们讲了它的称号，叫做寡妇制造机。或者是飞行棺材，因为它一没有推力的时候，它就是跟一块铁一样，就空中就掉下来了。尽管 F-104 对飞行员存在夺命危机，但由于台湾海峡狭窄，当解放军来袭 ，F-104 才能快速升空拦截，争取最大防守空间。因此 ，F-104 战机俨然成为国府空军的一线战机。F-104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起飞以后啊，它很快加速到2个马赫，啊，所以可以在比较靠近大陆那一端，
来拦截到敌机，对台湾的安全比较有帮助。1961年，美国开始介入越战，阻止共产势力进入中南半岛。3年之后，美国总统约翰逊以美方军舰受北越攻击为由，大力增兵，发动大规模轰炸北越的滚雷计划。美国援引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要求使用台湾军用基地，当时担任国府军方首长的蒋经国全力配合，强化北台湾的基隆港和南台湾的左营港，并同意美军调用台中、台南等军用机场，等同台湾间接卷入越战。其中位于中台湾的清泉岗机场是美台协防下规模最大的空军基地，美军运补机队和空中加油机队进驻，并新建7座油库，专门供油给美国战机，成为美军打越战的后勤补给基地。那清泉岗的这个基地呢，它的位置太好了。位置为什么位置太好呢？因为它刚好跟北方的冲绳岛的这个目前的普天间的这个空军基地，跟南方的菲律宾的这个克拉克的空军基地都成一个中心点的位置。那这个中心点的位置建构在什么地方上呢？是因为台湾跟这个冲绳岛的距离大概在700公里，哦，700公里，所以这个作战半径两个就是清泉岗跟这个冲绳，清泉岗跟克拉克，菲律宾的克拉克，可以构成作战半径有重叠的一个地方。好，因为当时的 F-86 也好 ，F-18、F-14也好，或是 F-4也好，这些战斗机的作战半径都大概在680到690公里，米格我刚讲的大概就在300公里左右，所以呢，这个作战半径就可以涵盖，好，就可以涵盖在这整个基地上面，所以清泉岗的这个基地就构成了日本，啊，就是日本、冲绳岛、台湾、菲律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军的连线。随着美国空军越来越密集的轰炸北越，原本被忽略的台湾南部空军基地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是位于南台湾的台南空军基地。就在美军轰炸北越的高峰期，台南空军基地每天起降着最新型的美国战机，塔台甚至由美军管制人员进驻。原来滚雷计划启动初期，前往北越执行空中战管任务的美军 EC-121D 空中预警机曾以这里作为前进基地，而所有受损的美国战机都飞来基地旁的亚洲航空公司维修。台南基地其实它现在还是残存很多美国当时的一些设施，特别它旁边的一个亚航，亚洲航空公司，它的修护能量基本上就是在当时中美协防、中美合作时代建立，就是因为它有很完整的维护能量，所以当时美军打越战或者他在东亚驻防的一些空军，他很多飞机需要维修，他是飞到台南基地去维修，所以等于说台南基地提供了他一个很重要的后勤维护的能量。亚航是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唯一签约的维修公司，前身是陈纳德将军组成的空运大队，接受美国中情局资助改组，隶属美国航空公司。亚航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战机维修中心。由于美国空军受到北越空军重创，亚航生意大好，每天有100多架各式飞机待修。美军甚至驻扎一支分遣队，专门负责测试亚航维修后的战机。台南空军基地的重要性不仅于此，美国为了防堵中国大陆的共产势力扩张，包括北台湾的淡水、三芝、中台湾的大肚山、南台湾的柴山，都在美军建议下建立了飞弹基地。尤其是被视为机密的核武基地确实存在，而地点就在台南空军基地。美军868中队是美军驻远东的第一个飞弹部队，在1958年到1962年来台部署屠牛式飞弹。部署飞弹的前后，
驻台美国将领召开多次中外记者会，大张旗鼓的动作极不寻常。一份美国国防部在1990年代末期才解密的文件隐含着线索。这份美国国防部在1978年2月撰写的核武部署与管理文件，证实屠牛式飞弹不是一般的飞弹，而是带着原子弹头的核武。虽然文件用黑笔抹去了部署地区，计算时间点恰与台湾部署屠牛式飞弹的时间点完全吻合。另一项解密文件是美国太平洋防卫司令部1974年的公文。至于上面带了什么样的核子弹头，我看了，因为我在台南待过一段时间，它那样子的体积这么一点点大啊，不，体积不是非常大，所以我相信最多也就是属于战术核弹之类的啊。战术核弹大概通常是在20000个当量以下核弹。美国采取的是核子阻吓战略，凭借核武的恫吓力量迅速制敌，避免耗时耗力的传统战。而美国来台部署核武，意在牵制中国大陆和苏联打越战，未曾实际动用核武介入两岸关系。由于屠牛式飞弹的弹着偏差大，精准度不佳，后来改由一支美军 F-4 幽灵式战机特遣部队来执行核子打击任务。李桂发仍记得这支特遣队驻守的诡谲气氛。当年我在台南基地的时候啊，我们发现美军在那里警戒啊，用 F-4 来警戒。后来我查一下资料才知道，他其实是有一个特遣分队派在台南啊。美军的飞行员也很辛苦的，他搭一个棚子，然后呢飞机就摆在棚子底下，飞行员就坐在飞机旁边啊，在那里警戒。有人猜测他是不是具有带这个核子弹的能力，这个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是猜测。但他为什么会派一个特遣分队在台南，这个是值得琢磨的。美国用核武自重，既利用台湾协防，却也充满戒心，处处防备国府军队，至今仍无法得知当时究竟有多少核武曾在台湾岛内暂留。就在美苏核武军备竞赛的同时，中国解放军默默地进行一项计划，直到1962年，为美国搜集情资的黑猫中队在甘肃新疆高空拍到了一组照片，震撼了美国，更让蒋介石坐立难安。一张张由黑猫中队在大陆西北部空拍到的照片，证实大陆已经发展核武。蒋介石在震惊之余，决定启动台湾的核武发展计划。蒋介石为什么还要信誓旦旦地说还要反攻大陆？他是宁可战死，他也不要屈辱的等死。蒋介石就认为，如果中国大陆他发展出原子弹的话，他永远都别想反攻大陆。蒋介石的第一步就是指派曾经赴美学习火箭科技的唐军博参加1963年在奥地利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总署年会，并私下邀请以色列的核武专家伯格曼赴台协助核武发展。伯格曼就1963年的冬天，或者说是1964年的春天，大概就是这个前后啊几个月的时间，就来了一趟台湾。那到了台湾之后，跟蒋介石在日月潭韩碧楼谈了这个，据说谈了3天3夜。伯格曼的建议就是说，你必须成立三个主要的研究所，好，你在一个大的机构下面要成立一个三个研究所。这个三个研究所，一个就是核能研究所，第二个就是电子研究所，第三个火箭研究所。蒋介石采纳了伯格曼的建议，聘请伯格曼为顾问，并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唐军博为国防部常务次长，由两人实际负责核武规划。
这栋位于桃园县龙潭的中山科学研究院，就是当时台湾研究核子武器的秘密基地。蒋介石在此成立中科院筹备处，选派50名优秀科技军官赴美欧日进修，并集结国府撤台后的化学和化工专家，正式发展核武。从1951年到1965年间，美国提供将近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让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一度达到12.3%，逐步具备经济自主发展的能力，也能支付核武发展初期的庞大开支。因此，即使美国反对国府发展核武，蒋介石仍坚持秘密进行新竹计划，目标是复制以色列的原子弹。但是新竹计划进行并不顺利，在国府内反对意见和财务压力下，最后被迫搁置。不过蒋介石很快就另起炉灶，隔年便启动了桃园计划。蒋介石一年平均每一年大概要去正式的，就是说去听简报，大概多达7次8次，一到慈湖一定要到中科院去看。去中科院看的意思就是说他要了解进度，你的进度到了什么地方啊？那所以中科院的人都非常紧张，从唐军博以下所有的人都怕蒋先生来，都很怕蒋先生来视察，因为这给他们很大的功，很大的精神上的一种压力。为了躲避美国监控，蒋氏父子将核武研究所披上学术外衣，将整个发展计划化整为零，不只向加拿大购得40000瓦的原子反应炉，还和法国合作制造铀燃料棒，并接受伯格曼建议与美国奇异公司合作，在台建立核电一厂，初步奠定发展核武的基础能力。1970年，大陆自制的核子动力潜艇已接近试验阶段，让台湾的防御能力又相对下降。2年后的2月，尼克松抵达北京，在与毛泽东会晤后，与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了上海公报。这份公报彻底扭转了美国、大陆和台湾三方的局势。美国希望透过这份公报的签订拉拢中共，削弱苏联对美的威胁。美国更允诺大陆将陆续撤离在台的军事布局。那时候啊，其实美国准备跟我们断交的前几年的时候，他顾问团的那个编组人数啊已经减到最低限，因为他考虑到预算的问题，他减得很低。所以真正并不是像刚开始的时候，像每个师啊都有这个分配这个顾问，他后来就几乎都没有，都集中在总部，连军团可能都没有，就是总部有几个顾问，他们是不定期的到部队去看部队的这个重大的演训，然后做指导。但美国基于自身的利益，在拉拢中共的同时，仍私心期望能维持台海分裂状况，因此表面对中共承诺，暗地里仍持续对台军援。虽然蒋氏父子心中百般不满，但也只能在美台关系完全断绝前尽力争取援助。美国陆续把二次大战末期服役的2艘老旧远航潜舰海狮号及海豹号转售给台湾，但不搭售鱼雷，因此2艘潜舰并没有作战的能力，只能执行布雷或载运部队等工作。特别1971年开始，他供应了大量这个二战太祖这种二战时代封存这种这个驱逐舰，也就是后来这个我们海军里面相当有名的杨志浩系列的驱逐舰。当时整个1970年代要到1980年代初，总共供应大概20几艘相对比较现代化的军舰。另外在空军方面，美方首次授权美国航空公司技术转移，和国府签署合作协议，在台生产装配 F-51型。断交之前，那美国 OK 也透过了那个合作生产，让台湾开始生产的 F-51 的这个战斗机。但是我们知道 F-51 F-5 这个那个俗称中正号这个战机，它虽然说轻巧然后刁钻，但它完全是一种所谓防御性质的战机啊。它的航程不长，它的载弹量也非常的有限，它虽然说在空战中它非常的灵活，然后但是它整体来讲它是属于一种防御性的战机。
造价低、拥有较高的灵活性及近距离缠斗能力强等特性，使得 F-51 型战机取代了 F-86 军刀机，成为国府空军的主力战机。但在此同时，美国开始撤离原本部署在台南空军基地的核子武器。根据这份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在1974年发出的电报显示，当时他曾与蒋经国秘密协商后，才在7月全面撤除部署在台南空军基地的核武设备，移往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此时的蒋介石面对美军顾问团的裁减以及台湾只有防御性军备的困境，让他不得不找寻新的军备出路。透过伯格曼的居中牵线，以色列同意贩售天使飞弹给台湾。天使飞弹总重430公斤，弹头重100公斤，可以装载于各式舰艇上，攻击半径20公里内的敌方船只，是当时蒋介石在面临美元军备减少急需的攻击性武器。当时担任航海学校校长的徐学海全力推动这项军备改革。我们后来啊，我带了16个军官，其中3个上校，到以色列去操控他一个专门做这个飞弹作战的一个系统。我们是用2本护照去的呀，为什么呢？途经这些中东的国家，飞机上要检查护照的话，你要有以色列给我们的 visa 的话，那可倒霉了国家。所以那个时候很苦的了，这个样子。蒋介石并下令中科院仿制天使飞弹转制成雄风飞弹，让台湾终于拥有自制的反舰飞弹。中科院的副院长，当年的副院长执行官夏新，后来终于在加州洛杉矶一个叫地方叫 West Covina 那个地方找一个公司叫 Honeywell， 找到他来呀、给我们呐、做这个系统。但这个系统啊，并不是那个公司啊一家公司可以做得出来，他们很几个公司啊，然后呢来终于为我们的造成这个一个系统，叫 H-930 系统。蒋氏父子以桃园计划和雄风计划因应美国一连串的军援缩减，1975年4月5号怀抱反攻大梦的蒋介石骤然病逝。3年后蒋经国接任台湾领导人，但当时迎接他的却是台湾军备发展上最严峻的挑战。1978年12月16号凌晨2点，当时担任台湾新闻局副局长的宋楚瑜赶赴士林官邸。半个小时后，美方透过驻台大使安克志正式知会蒋经国，美国即将终止和台湾的涉外合作关系。只是这份通知距离美方公开宣布的时间只剩7个小时。在觐见总统谈话的当中，首先总统对于美国突然宣布对我断交的决定，再度向美国提出最严重的抗议。台湾官方的言辞抗议于事无补。美国卡特政府在华盛顿正式宣布，从1979年1月1号起，美国和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与台湾终止军事结盟。美国跟台湾断交不是在这个1979年的时候才形成的，它这个原因呢、是应该是在往前面。其实美国啊，这个国务卿啊季辛吉啊，他看了中国那么大，中国迟早会崛起，所以他们那时候就说要跟中共啊一定要跟他交往。基辛吉当时就思考，那么要
怎么样来孤立削弱这个苏联呢？那就是联中制俄嘛。那对于中国来讲的话，他跟俄国也打了一个珍宝岛战争嘛，所以对中共来讲的话，他也想要削弱俄国的力量的话，牵制俄国，那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联美制俄。好，关键在哪里？所以中国跟美国在1970年代初期的时候，其实两边已经有相互需要的一种态势了。美国还废止了已和台湾签订了25年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军顾问团随即停止在台28年任务，并于2个月内全数撤离，美台之间正式的军事关系顿时终止。这是蒋氏政权继1971年失去联合国会员资格后，又一次在涉外事务的重大挫败。10天后，抵台商谈断交事宜的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多福，坐车在台北松山机场外，遭到大批民众包围敲打，丢掷鸡蛋和西红柿。台湾民众反应激烈，各种抗议活动不断。而为了避免引发台海危机，卡特总统指示美国国会另立一个台湾关系法，继续对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双方于1979年4月谈判议定后签署。美国的政策转变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以及冷战全球战略的考量，因着这层顾虑，也让美台断交后仍能维持军售保台的双边关系。台湾关系法是什么法？其实就是美国对政治，这是一种政治承诺啊，协防台湾的政治承诺，反而对台湾的防卫作战是有利的。为什么有利呢？他一旦要跟中国更靠近的时候，他就会更多的支持台湾的防卫力量，保持平衡。但北京当局立刻采取相对行动。1982年8月17号，八一七公报出炉，其中明文规定，限缩美国对台军售先进战机。八一七公报啊，是在1982年，也就是我们断交以后啊，大概3年之后，这个雷根总统啊到北京去访问，然后跟那个当时的总理啊赵紫阳啊签订了这个八一七公报。公报里面其中的第6条、第7条，对于这个美国对台的军售啊，设定了某一个程度的这个限制，意思就是说，从哪一年开始，从这个签的这个公报开始，逐年呢要减少，哇，要减到就是说完全不出售，就有了这个条款了之后，这当然对台湾了，不但是对台湾，对这个美国所有这个有我的这些相关的人士啊，引起相当大的震惊。当时台湾空防面临解放军歼七和歼八高速歼击机的威胁，国府军的主力战机 F-104 已逐渐老旧，至于可西挂空对空和空对地导弹的 F-51 战机，则仅能低空战术性防卫。八一七公报让已处于劣势的台湾空防更加岌岌可危。为了维持在台海间的掌控地位，美国再次使出两手策略，不军售战机给台湾，而改以科技转移协助并监督台湾发展金国号轻型战斗机。 IDF 金国号战机是蒋经国任内台湾军方自制研发的拦截战机，于1988年底出厂第一架单座原型机，由于美方考量关键技术的保留，不强调高空高速远距作战飞行，因此 IDF 战机虽是台湾军方唯一能在5分钟内离地接敌的铁鸟，但最大飞行速度仅达1.8马赫，海平面爬升率每秒235公尺，深陷为16700公尺，各项数据并不出色，但它在空战发生率最高的高度，也就是中低空域时，则拥有相当良好的操控性，经过多次试飞成功后进入量产，并于1990年代成军服役。国民党军队自力研发的装备还包括天宫一型导弹，射程100公里，属中长程防御系统，1989年9月完成测试移交陆军，进入量产阶段，于4年后正式服役。雄风二型导弹参考美国鱼叉反舰导弹所研发，
具有主动雷达导引及影像式红外线巡标器，使导弹具备攻击滨海目标的能力，射程达160公里，可建设、空射和暗制，是台湾武器发展史上第一种可以被战机西挂并发射的反舰导弹，从1982年研发至1990年代量产使用。在此期间，台湾军方武器以自力研发为主，直到1990年才出现转变。在1980年代底到1990年初，因为冷战啊突然的结束，就是当柏林围墙倒塌，然后华沙集团啊解构，当冷战不再存在时，其实整个世界的一个情势，对啊整个国际间的军火军备啊这个产业啊有很大的冲击。美国的武器还有法国的武器都过剩。冷战结束后，世界各科技先进国家纷纷以出售军品换取外汇。此时台湾中科院已完成多项高性能武器，在国际市场上具备充分谈判筹码，台湾军购也不再只限于美国。这样的一种国际环境的改变，给我们机会用钱也省下，不要做那么多 IDF 的战机，然后拿这个钱去买比 IDF 还要好的战机，而且就在市场上，而且是法国跟美国。那同样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跟国际两个大国能够啊军事的大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从这时起，台湾军方陆续向荷兰采购2艘潜舰，向法国采购6艘拉法叶舰。因为军购选择增加，所以这段期间美国对台军售金额不断减少。为了赚取台湾的外汇，美国决定以实际利益为优先。1992年，布什总统宣布对台提供总价58亿美元的军售，包括150架 F-16A 型、B 型战机及设备，900枚 AIM-9L 型响尾蛇短程空对空导弹，600枚 AIM-7M 型麻雀中程空对空导弹，以及数万发机炮弹等。布什的决定使817公报名存实亡。那是中共气得要死。我们第一次买 F-16 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是我在大陆采访一个这个外经贸部的一个官员。那个官员第一句话碰到我就说，你们干嘛向美国买 F-16？ 问得我莫名其妙，因为我要采访他经济的议题。他第一句话就是说，因为刚好美国国会通过卖 F-16， 第一次卖给台湾呢。这就是为什么来逼着中共很紧张，赶快向俄罗斯买苏-27，就要平衡嘛。国府空军购入的 F-16 A 型、B 型超音速战斗机，最高时速超过2马赫，60秒内可由0.9马赫加速至1.6马赫以上，推力大，爬升快，还可装备短程和中程空对空导弹、空对地导弹或炸弹，精密的航电装备及视距外导弹，使得 F-16 成为缠斗中的高手。而解放军拥有的首批24架苏-27战机，双发动机、双尾翼，最大航程3680公里，最高时速2125公里，能够携带8枚空对空导弹。在1994年一次模拟空战中，俄罗斯的苏-27战机连续击败来犯的美制 F-15 战机，在飞行性能上堪称世界一流。此外，俄罗斯还派专家到北京协助并逐步转移相关研发技术，更授权北京进口俄国零组件生产苏-27战机，此举更加拉大两岸军力落差。美台断交后，台湾跟大陆在第一个10年，大约1990年代中期开始，就出现武力失衡问题。我讲一个最主要的指标，就是1995年到1996年的3月这段期间，李登辉那个时候访问美国，中国就开始从1995年的7月，一直到1996年的3月，举行了7次演习，对台的7次演习，最高潮是在1996年的3月，
中国在基隆的外海跟高雄的外海先后发射了四枚东风十五的战术导弹，这是第一次。那一次我们就发现两岸的军力已经失衡了。军力失衡是什么意思啊？军力失衡的意思就是说，别人有的你没有，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别人攻击你的时候你无法防卫，才有军力失衡嘛。那这个导弹的出现是台湾军力失衡的一个分水岭。台湾落后的不止传统军武，就连蒋氏父子秘密发展的核子武器，也在1988年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长张献义向美国全盘托出台湾研制核武的内幕后，美国立刻派员抵台进行摧毁行动，强制拆除重水反应炉等设施，导致整个核武计划冻结。蒋氏父子超过20年的核武研制全都化为幻影。此时的台湾军力自行研制和生产能力受限，向美方采购的又是过时武器，台湾军备发展面临重重困难。两岸关系在1990年代陷入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跌入冰点的主因是当时的台湾领导人李登辉支持台湾独派分子，引发一连串危机。当时台湾领导人挑起台海危机只是一种政治操作手段，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台湾军力的衰退。我只能用四个字，这个皮长我削。在李登辉执政的后期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出现，我们国防部很多有心的人不断地提出来，但是大家不在意，因为台湾在意的是选票、情报跟反情报工作，都不重视。直到2008年台湾大选，国民党的马英九获得胜选后，两岸才告别了紧张对立关系，逐步谋求和平。但马英九仍要面对台湾军力严重落后的问题。2005年是台海两边军事平衡的转变年，从那一年开始，中国大陆的军力就超过了台湾。啊，以后大概谈，以后再永远都追不上去了。关键是在中国大陆自己的经济人力起来以后，带动了国防，不管是向俄国采购新式武器，还有他自己的自制率，啊，也通通跟着在增加，而我们的自制率在下降，几乎都要靠美元。由于台湾海峡平均宽度只有200多公里，解放军在沿海对台部署的导弹主要以东风11型和东风15型这类短程导弹为主，飞弹数量高达上千枚，攻击范围足以涵盖台湾全岛。东风11，一个东风15，它的射程大概300公里到600-700公里之间，后来随着它改良型出现，射程又有大概40%-70%之间的提升。那这种飞弹它比较特别，它属于机动式的部署，它这飞弹是装在机动发射台上面，所以它可以在不同的阵地之间快速的调动部署。其实对于国军来讲，要反制这种武器，它的困难度是相对比较高，因为你不容易抓在它在什么地方。台湾军方也多次针对未来可预见的解放军攻台方式进行详细的兵棋推演，并建制反导弹作战能力。目前台湾已向美国采购200枚爱国者2型地对空导弹，导弹阵地全部署在大台北地区，负责北台湾的反导弹任务，成军至今超过15年，是台湾陆军主力防空导弹。爱国者2型导弹
飞行速率5马赫，有效射程144公里，最大射击高度24000米，导引方式为半主动雷达，可直接击毁战术弹道导弹。为了增加拦截性能，台湾军方更进一步计划再向美国采购爱国者三型导弹，扩大架构反导弹的防御网。但超过9亿美元的军购案，台湾军方因编列预算不足，导致这项军购案延宕多年。台湾对外军购面临困境，马英九只能被迫重启自主研发之路。台湾自制射程200到1000公里的短程和中程导弹，陆续进行量产试射阶段。现在我们发展的新的一代的武器，天空飞弹三型是我们的防空武器，能够甚至能够挡到巡弋飞弹啊。但是我们的这个熊三呢，我刚刚讲就是一种骚扰性的，还有兼防御性，也可以打岸上目标。它对于大陆沿海来讲，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威胁，那对大陆的新的军舰也是一种大的威胁。另外一个是还没有公布的，就是熊二一型巡弋飞弹。这三种武器是目前台湾在海空防御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利器，而最重要一点，王前讲，这些是我们自己中科院自己做的，不是跟美国人买的。由台湾中科院研制的武器中，被寄望最深的是雄风二一型巡航导弹。2000年开始研发，仿造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属于攻击性武器。它是属于一种巡弋飞弹，地对地型的，哎，那根据我们了解，它的目前射程可能至少可以达到600到800公里。它从台湾的这个基地发射以后，可能福建、台海当面一些这个重要解放军的这个目标，可以涵盖它的射程里面。熊二一型导弹，台湾军方已投入数十亿台币，不断升级改造。预估将量产数百枚。为了避免美方干预，熊二一型导弹性能至今被列为最高机密，从未曝光。2011年6月30号，由台湾中科院和汉翔公司自制研发的 IDF 金国号战机，出现了第二代的生力军，代号翔升的改装升级计划，在这一天顺利完成，交给空军继续服役。有些人嘲笑我们，说这个 IDF 是 I don't fly， 我不会飞。20多年来证明了，不但飞得很好，而且呢失误很少。不但失误很少，这个年限到了还能够提升性能。所以说，谢谢。这不是 I don't fly。是 I do fly。 台湾自制的金国号战机从第一架原型机出厂至今已超过20年，部分零组件逐渐老化，为避免后勤补保无以为继，台湾空军投入170亿台币预算，分4年时间，先针对71架 IDF 金国号战机进行射控系统以及雷达的性能提升，并配备多款中程和反辐射导弹，提升对地攻击战力。台湾官方看似信心满满，不过自制研发之路却充满波折。2011年上半年，一场场演习成果不尽理想。台湾号称自制多款明星武器，但整体军备贫乏，缺少训练，和美国的军购又无法尽如人意，只能获取过时武器，诸多现实问题都凸显出台湾军力已无法进行军备竞赛。截至2010年年底，历年美国国防部所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书都载明，解放军整体实力已飞冲天。陆军部分，台湾军队人数仅13万人，是大陆全国军力的1/10，解放军更将1/3的军力，大约40万人，部署在台海当面，作战坦克车3100辆，更是国军的3倍。空军方面，大陆对台战斗半径内
作战飞机多达530架，台�湾总计只拥有431架的战机，是大陆战机的1/6，远远落后。至于海军军力，解放军总计拥有274艘各式战舰，国军却连一半都不到。我们整个每年的国防经费也不过3000亿，今天如果我能够把潜舰的3000亿和 F-16 的1600亿加起来，就4600亿了。我用这4600亿，从不对称作战的角度来着眼啊，把我们整个的空防系统改变，就很有效果了。台湾军方在认清现实的压力下，不对称作战和创新战法已成为新的作战构想。安全是一定要维护，我们没有意思要做任何的挑衅，但是该做的建军备战呢还是要做，而建军备战的目的呢不是求战，而是止战。从求战到止战，从军事竞争到和平共存，在两岸分隔60多年后，台湾已把军力发展的目标更改为巩固台湾安全，而假想敌则是所有可能破坏区域和平的外来势力。建军备战，守护的是两岸和平。为您播出北海天龙地产环球人物周刊。